现代文明啊，现代文明是欧洲文明，现在东方文明，它怎么？你看，历史关键是因为东方，南方在古代文明在东方，你看，东方沙巴、阿拉伯、印度这些，埃及这些啊，埃及是吧？他们都在历史里面东方，古代古代文明。Mm-hmm.